大家好，我是钟老师，我是新加坡的一名易经命理师，同时也从事易经教学。我将在1月举办理想数学2019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。你想知道详情，就去我们的网站吧。在我们的课程里，你会学到怎么预测。预测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，为了身边的人，最后你还可以把它成为一个行业。我们的理想数学让你可以看透的，你不需要八字，不需要生辰，你就可以了解一个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你想掌握你自己的命运？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来体验我的理想数学课程，我希望在课程里看到你。